82蚊啊，余额了宽吓。我哋睇埋呢只大豪宝宝入闸啦，佢有啲咁多楼噶啦，都系会有。好，都顺利入闸，交俾贤仔。三番千四十八区杯，二号顶头大热。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啦，咁啊前面快噶嘛，见到大外档君绝湾内栏开心游戏中间黄黑格仔心西域猴王啊，中档红眼罩白衫中华之光内栏出闸唔快嘅帝豪宝宝黐住条栏咧就上翻嚟啦，再后边嗰闸啦，咁啊先见到咧货如轮转啦，出边又多红利啦，尾四黄衫川河领区，尾三迎酒杯，尾二红衫咧就预约了宽包咗落尾嘅马铲眼罩就劲加辉。好啦，接近呢个咧就香港大院湾啦，君悦湾咧赢咗头段先，咁啊摆咗喺前面走，开心游戏就顺跟第三位西域猴王内栏，第四咧就系呢只帝豪宝宝啊莫雷拉跟翻田泰安跑啊，第五位白衫红眼罩中华之光，再后边有货如轮转多红利，尾四内栏咧就迎酒杯拍住出边，尾三黄衫川河领区，尾二咧就系呢只预约了宽包咗落尾，仲系一只劲家辉嚟噶。好啦，入直路咯，前面君悦湾咧仲系占先咗个零身位有优势噶，第二位开心游戏啊。第三位出边西域猴王，第四位咧咁啊，祖红衫移出嚟，中间望空咗啦，就系嗰只帝豪宝宝，揈咗出去出边追，中华之光最出嗰边，川河领区斗到嚟最后三百，透出嘅马就系中间位置，有帝豪宝宝入边开心游戏，最出上跟嚟就系中华之光，最后百零米，中华之光一鼓作气外边冚咗上嚟，数入去嘅马，帝豪宝宝开心游戏埋边，君悦湾又上翻嚟接近终点，中华之光赢，第二名君悦湾啊，第三名帝豪宝宝，第四名是开心游戏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都是拱晒前面走嗰啲嘛，着数啊，君悦湾都跑第二啊，而中华之光咁啊第一次跑千四啫，结果外边冚赢好多泥头呢场马，帝豪宝宝第三，开心游戏跑第四，潘顿赢翻场啦，中华之光啊第二啊，犀利啊，君悦湾啊，临尾铲翻上嚟过翻嗰啲开心游戏同埋帝豪宝宝啊。莫雷拉的帝豪宝宝第三，田泰安的开心游戏第四了，潘顿咁啊赢埋呢场就赢到佢第700场头马了，香港啊，梗啊，今日佢啊醒啊，一路走住开边嚟过你哋嘅，无遮无挡噶啦，临尾有65蚊啊，独赢，起步又系慢啊，结果佢跟翻上嚟嗰度，难免都会用翻啲力噶，五搭十系飞格 Q 嚟噶，因为十号临尾啲连赢位啊都好多格啊，系。冇错啦，头先提过啦，潘顿第700场嘅头马。恭喜晒啦。咁啊系三大热门，捻一只大冷门嘅君悦湾啦。睇睇预计嘅派彩跑，第一名就呢只5号嘅中华之光啊，独赢派65.5啊，位置排呢个18.5，第二名系10号码嘅君悦湾，位置49.5，第三咧就系2号码嘅帝豪宝宝，位置排10.05，连赢位五搭十咧就排呢个822蚊，三重彩5号、10号、2号顺序派3813蚊，单贴250系派440蚊嘅，位置 Q 五搭十系派189蚊嘅，咁啊另外二搭五系派26蚊啦，二搭十系派84.5。组合独赢三拣一，结果 A 一格嘅热门13蚊啊！保得住翻 A 一，二五两只马系啦。第一 win 捧杯啊！呢个团体好多都熟口熟面嘅马主嚟噶啦。四连环2号、3号、5号、10号派208蚊。四重彩5号、10号、2号、3号啊，顺序派9405蚊。佢分一只嘅啫，即系君悦湾。嗯。700win 啊，潘顿，仲捧杯添，哇，够晒意义啊！
十八區杯。嗯。咁啊，過定下一場榜啊，出去攞獎咯喎。係啊。下一場跑快利啊，目前係大熱門嚟噶。雨勢係及時收慢啦，最緊要呢樣嘢啊。咁啊，去翻呢一個沙圈嗰邊頒獎。係。雖然只係三班千四咁，但係都係意義好重要嘅一個杯賽啊。十八區杯，要等期練啦，因為要喺個榜室嗰度翻翻入去沙圈喎。係啊。福榜亦都已經完嘅啦。嗯。嘉賓啊，董事啊，都在等緊啦。啊，過咗關之後咧，就變咗五號勇闖者大熱門喎。麻煩我只好分啦，過落嚟啊。嗯。又得幾隻馬有飛嘅啫。下一場。好啦，你馬主啊，都到啦。因為始終都要行翻過嚟啊！馬主仲遠啊，頭先拉完頭馬喎。葉楚航啊，琴晚做咗善事啦，歌都唱埋，係喎。今日贏馬，潘頓啊，琴日啊隔離浮啊威添啦嚇，係捧幾個杯。回到嚟香港都繼續捧啊！今日嘅第一項杯賽，十八區杯，好啦，睇頒獎啦，我哋可以。Now commence， 各位來賓，我哋十八區杯嘅頒獎典禮現在開始。咁經過一場緊張嘅比拼之後，十八區杯嘅冠軍經已誕生。現在我們有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女士為我們頒發十八區杯的主杯和紀念獎杯給勝出頭馬中華之光的馬主中華之光賽馬團體。 So now Ms. Florence Hui, Under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presenting the 18th District Cup and a commemorative trophy to Chong Hua Racing Syndicate, the owner of the winning horse Chong Hua Spirit.咁跟住我哋有請十八區區議會當值主席兼深水埗區議會主席張永森先生將紀念獎杯頒發俾勝出頭馬嘅練馬師葉楚航。Mr. Ambrose Zheng, Deputy Chairman of the 18 District Councils and Chairman of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Council, has just presented the commemorative trophy to the winning trainer Dennis Yip. 而家咧，我哋係有請十八區區議會當值主席兼葵青區議會主席羅敬成先生咧，就係啱啱頒發咗就係紀念獎杯俾勝出頭馬嘅騎師潘頓。Mr. Law King Shin has just presented the commemorative trophy to the winning jockey Zach Purton.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嚟影张大合照啦。So let's have a group phot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to the winning horse owner, trainer, and jockey. 好，我哋嘅颁奖典礼经已圆满结束。再一次恭喜我哋嘅胜出头马嘅马主、练马师同埋骑师。好啦，睇下呢個巡邏影片啊！睇完頒獎之後，
咁啊，起步其實嗰只帝豪寶寶又慢咗啲㗎，咁啊，但係好快跟住開心遊戲就上翻嚟啦。開心遊戲放頭啦，開邊有一隻君越灣嚟嘅咧，中間係西域球王啊，早段都跟得幾好，但係入到直路已經冇曬㗎啦。咁啊，至於中華之光喺邊啊？第五位啦，開邊有一隻多紅里，入邊有一隻貨如輪轉，臨尾追得好勁㗎。好啦，尾嗰四隻我哋見到川河領區啦，跟住營酒杯魚啊，鳥歡就好慢啊，定好慢，佢都跟唔到㗎，咪勁加費都係啦。咁前面啊，一路。放头啦，君越湾，几高到三班千四都真系可以得啊！其实讲翻58.78秒都绝对唔慢噶，今日个地啊，咁啊，但系都可以带到出嚟。开心游戏就决定唔自己放嘅，因为你见到出咗嚟之后贴咗条栏咧，佢都宁愿跟佢噶，因为都几快啦，又无谓顶啦，你同只君越湾斗顶都真冇乜着数。中华之光就好好跑啦，咁啊，因为喺个二搭嘅山位有遮挡，入到直路一望空。以為嗰隻西明猴王挨咗佢出去，誒閃個位出嚟俾嗰隻帝豪寶寶啦，咁但係追落佢細咧，都係嗰隻好啲。多紅利啊失望嘅，又係啲走規好唔順啊嗰啲馬啦。開面嘅川河領區就追少少又唔多嘅，反而嗰隻貨如輪轉咧，輪轉咧大家都可以望下，一路都係跟住咧就田坦同莫雷拉嘅啫，就冇乜點樣望空過嘅。但係臨尾終點嗰個細咧，佢都好勁啊，撲上嚟啊！喺呢啲沈集成。近完嘅資金啊，可唔可以再加壓落去會好啲啦？復榜完畢嘅啦，位置 Q 五搭十派189元啦，二搭五啊派26元，二搭十啊派84.5元。組合造型3-1 A 一格爺熱門派13元。睇埋呢個四連環啊，23-51就派呢個208元。四重彩5号、10号、2号、3号顺序是9405元的。孖宝三搭五的正奖派262元，而安慰奖三搭11就派这个429.5元。分段是今天比较快的一场，13.49、21.92、23.37，所以越来越慢，每段23.57而已，总时间1分22.35，就2万1标准时间3.5。